恭喜恭喜，兔年行大运 ，HitFM 要送你好礼喽！Yeah， 就是现在咯，那我要来拨号码咯，所以大家稍微的等我一下，会听到那个打电话的声音哈。我把声音调小一点，以免大家吓到。好。我打字啊，或者是那个打电话的时候，手都会比较慢一点点。希望他有接听到电话，我好紧张哦。我爱音乐粉呀，谢谢你这么快就接听电话，而且非常非常的标准答案呢。你好，请问您贵姓呢？我姓沈。沈哦，就是那个一个水字旁。对对对，沈先生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？对啊。嗯，那你可以远离一下那个收音机吗？因为会有那个两个声音。好。没关系，我常常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所以我很淡定啊。那个是因为开车啊。哦，你是因为开车所以没办法，那可以先暂时把他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现在停路边。哦，好。对对，这样比较安全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这个1到24个号码，你可以选一个。如果被抽到的话，我会告诉你说，哦，这个号码被抽到，然后换一个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你要哪一个号码？7号。7号 ，OK OK， 那个7号呢是没有人抽到的，你要不要换呢？如果不换的话，我就来说那个喽，奖品。不换，不换。好，你获得的是这个 I'm Grammar 爱迷人高雄的一个非常大的那个保养品牌的一个厂，然后呢叫做 Farmu 的一个品牌水嫩亮白保养组，恭喜你。谢谢，谢谢。那你平常有这个可以用这个水量保养的朋友吗？水量保养的朋友，对，就是希望你把这个礼物送给他，还是你要自己用？你很注重护肤的话，自己用啊。你要自己用啊？其实这样也好像蛮好的哈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。那你那个现在正在开计程车，你是在哪里开计程车呢？台北，台北现在目前台北人多吗？大部分人都回南部、中南部。哦，所以在路边会不会有人？就是目前的状况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这样子，不会说非常非常的冷清吧？是蛮冷清的，是蛮冷清的。那你过两天还要跑吗？过两天好像是那个冷气团又再度的下来，好像会更冷哎。过年当然有加价，当然要跑。啊，过年有加价，所以要跑。OK OK， 了解。那这样多多努力，希望你今年呢兔年大发，行大运，赚大钱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那个平常啊，就是在过完年后，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进行跟你联络，要如何拿奖品这样子，所以记得保持电话的畅通哦。好 ，OK，OK 哈，那个好，那我再说一次哦，你获得的是这个 I'm Grammar 爱迷人的 Farmu 水嫩亮白保养组合，希望你呢在新的一年能够更加的水当当，然后用的非常非常的好这样子。你平常有没有喜欢听的艺人或歌曲？我可以在过完年后帮你播。新的艺人跟新的一年里面，你想要听什么样的音乐？我可以帮你播点播。突然这样问我想不起来，想不起来啊。那你喜欢五月天吗？ OK 啊， OK 啊， OK 啊。好，那我就帮你放五月天的 OK 啦。送给你。好好，谢谢你沈先生，是是，新年行大运，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。万事如意，人人有责。这首歌也真的是太可爱了，来自于旺福的旺旺叫。那么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正在跑车的这个开计程车的沈先生呢，一边就是驾驶，然后一边听我们的节目，希望你的心情非常非常的愉快，而且还中奖了，表示你今年一定会行大运的。那没有抽中的朋友没关系，我们接下来在下一档还是会有，所以你可以继续的传送简讯进来 ，HITO HITO 红兔大展到0976-5185-18518 0976-5185-18518。